来吧，这只是加州樱桃，哎，今年终于到台湾，来看一下，这组是加州的 size 来到9R 多大？九 R 那么大哦，来，但是这是有很特别的，樱桃越来越贵，食安问题越来越严重，所以买樱桃的话，如果你要买整箱，如果你是买整箱级的，看这个地方，每一箱都有这个哦，我们被发现到的，来。装箱的日期在哪边？来，4月28，美国装箱到台湾来。今天是5月2号，当然影片看的时间不一样，所以每次你购买樱桃，只要买整箱的话，时间都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包括它的日期，还有它的杀菌的时间、出来的时间，几分几，几点几分都写好。来，不啰嗦看一下，这个叫做红山樱桃，这个算是美国的早生种，早生樱桃跟一般智利、跟澳洲不一样，红山是只有美国才有。来吧，看一下，来看一下。哎，新鲜度很够哎！4月28从美国打包到今天5月2号到台湾，当然后面的每一批时间都会不一样，但是你买整箱时间就要注意。那如果你买的是装好的话，那就要精挑细选喽。来吧，这组是红山樱桃，本身9R大概是3公分的 size 左右，看看吃吃看哦。桃红色的肉质，它不会像是其他品种，像是Spina 那么脆，但是呢，肉质是扎实的，粉红色的质地。豆子扎实，鲜度很够，它完全是没有三七的樱桃。这组作为美国樱桃早生种，我个人蛮推荐，因为樱桃季我们也等了半年。但这组红山早生樱桃，爱吃樱桃的你当然值得一试喽。